我们现在好久没来摄影棚拍片了。刚刚瑞斯有先拍一个他的 lookbook， 所以想要看他美美性感的样子，可以在这家频道看。平常我们出去在吃东西上面都会发生一些纠纷啊，因为简单来说，我的便当永远都是会被吃掉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买两个便当，来实测的到底会不会被吃掉。通常你都只剩白饭，上面的肉都不见了。对，那因为刚好就买两份，不然通常同事是会特别多买一份，就是 UB for 他吃。我今天就来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良心，因为很常为了这件事情吵架，就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我们的饮食上面是有极度 M 字化 M 型的。我们吃很多，有人没吃到。那等下雨谦也会来，所以也会准备很多。雨谦超会吃的耶！我来看一下他到底可以吃多少。你觉得雨谦会把我们准备的东西都吃掉？有，他一天都吃午餐耶，很会吃。不知道等一下准备个体重机放门口有没有帮助？实测体重吗？我觉得他看到会觉得说，哎，不能再吃。便当来喽，吃的来喽。你也在上面，对，他是直接这样往下走。啊，可是他是。所以就拍一个，如果不被小慧打一滴血破，太难了。太难了吗？应该是。小泡芙哦。茶点，不是魔音色，哥有办法。先唱那个暂停。没有办法。有什么比较不油的？初代王。啊，我这个。初代王，不是上狮子吗？对不对？你刚睡醒。飞飞犬。好吃吗？谁问你啦？好烦哦。培根闭嘴好吗？干掉掉。这是你在拍吗？拍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拍什么？拍。我要吃牛肉碎。你现在要来上温泉蛋？他变瘦。没有，他今天穿连身的。明天吃多少？明天要看那天的心情。最小四餐。最小四餐？孙生也吃那么多啊？他肚子有越来越大的感觉。可是我上次跟孙生聊天聊到哭哎，他在讲说为什么我吃东西吃这么快？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东西吃。营养午餐的时候都要排队，然后去跟别人抢，因为他是低收入户，他已经习惯吃东西吃很快，怕别人抢走他的食物。你说你吃完一个便当，嘴馋啊！要休息，因为你隔天又要拍摄。对，还是想说大家都喜欢那种。怎么拍摄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三到十五，你觉得他们会把它怎么吃完？我觉得会，尤其是孙总，因为他现在看起来超，应该说比较胖了一点。他说超比较胖，他们两个谁比较会吃？应该是雨谦啦，因为孙生他不是都是被吃的。你吃地瓜吗？还是要吃蛋？老板你吃掉，很会挑呢，有够入味。孙生要表演什么？高弹速播速，三秒内，两秒就可以了。挂区也在这个位置挂区。是我们女的选的，都说下来狗狗狗啊！这是什么效果做的？用快给我。一口吃给你看，一口吃。他吃超多哎！谁？雨谦吃超多。真的吗？他吃了什么？他一直吃。你看他一开始吃小泡芙，然后又吃了一个葱油饼，然后喝豆浆，然后又吃便当。现在来了第二波，他要吃那个什么茶叶蛋，没有停嘞。我觉得他是时候变猪了。看他吃起来好幸福。疗愈疗愈，对呀、啊，没有他脸漂亮的，对。
我乱叫一通啊。我想喝水。有啊，我们帮他买水，他拍这个，他肚子瘦的。有一阵子你们说我是大肚婆，你记得吗？有一阵子对。哇，怎么有布丁啊？哇，你要拍抖音吗？先拍，先拍你，这个要记很久哦。好。这么可爱的。你要看啊。不要做饮料。分一杯羹吧，谢谢谢谢。分了就一杯。这布丁啊，小贾斯汀啊。小贾斯汀。流水啦，流水刚筛选。流水刚筛选。以前他刚跟我说，他一定可以吃午餐啊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对啊，两只猪啊，我下巴都没了来吃。那我觉得他胖起来其实蛮可爱的，期待继续吃下去。孙正还说自己没有下巴，我两个都一直吃。对，马上去突击一下。哎，不错哎，你今天干得很棒，你没有办法便当吃掉。对啊，是测试哦。我想奇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今天食物这么多，我便当会被雨天吃掉。新一代吃王雨谦，没有人，因为我没睡饱，睡饱的话就会吃很多。你不是怕自己在变胖吗？结果怎么一直在吃？他在暴殄天物啊，食物不能浪费。你还记得你昨天一天下来你吃了哪一种？昨天晚上先跟妈妈吃了15克鲜虾水饺。你吃15克很多哎，最多可以吃33克。哇，我只能吃7颗，我只有15颗，我五颗，刚瑞士说你一天午餐，你是准备来讲？午餐最少4餐，午餐午餐最多午餐最少几餐？你得到富裕了，下巴也越来越圆润了，肚子也是。他在帮我当帅哦。大家知道怎么样变瘦，或者想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的话，再告诉我。像我其实很少吃，会觉得我会有小腹。我觉得年纪到了都是会。对，戒酒瘦超快啊！对啊，因为你迷上喝酒，一个礼拜喝一次而已。没办法，我们职业伤害。对，我以前也不喝酒的，我跟酷炫一样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们餐酒馆太好喝了。对啊，阿飘，赶快来哦！赶快来！菜单换喽，我跟雷拉还有酷炫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喝我们的餐酒馆，感觉好赞哦！来来。现在我只能说双满，今天我是否真的有超备胎？